今日我们一行五人前往巫溪县尖山镇与田坝镇交界处，深入大山探寻神秘天人洞。每到逢汛期，会从洞口流出大水，现已干旱近30天，已至枯水期。探寻天人洞深处是否还有暗河，而内部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？Hello，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天人洞这个地方，距离这个河沟啊有一段距离。依然是我和老唐，老唐打招呼。我和老唐一起来的，这个位置相当的险要啊！我现在翻转一下镜头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前面的位置。这个下面是这种悬崖，还有我叔叔、我父亲、我妹妹他们就在这个下面没有上来。我们爬在这个上面来了之后，这个地方下大雨的时候是有水的。这前面还有这种城墙，以前应该是有人住过。这个内部，这个一个小的一个洞口进去，这种非常危险。这个大夏天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一定要把这个洞穴干到底。有人说这个洞穴通到鱼沙这个地方啊，通到红糍粑镇的鱼沙村，我们看一下到底能不能通到这个位置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洞穴了，我们去一探究竟，看一下到底有多深。我还是把衣服穿上吧，有点冷。哇，我们老唐打先锋。哇靠，这么多！哇，你看那个翅膀张开好大哦！我叔叔说这个天人洞啊，以前有人住过的。哎，这个是明显有水冲过啊。寻找一下这个水源，你会不会比较冷？上面还有空间啊。现在可以去。我们走下面。慢一点啊。有点缓慢。对，这上面有一个洞腔。这东西应该不深吧？有水了，下面我们看到水了。哇，这个有点滑耶。这个水，我靠，里面有大动物，看到那有粪便，那么大的粪便，那白色的，应该是有大的动物，看吧，那个白色的。我们从上面走，这里太小了，从上面走，上面能进。这个位置要给我爬才爬得进去。这个有动物来过，有那个爪子印子。小心点儿，你看这个上面有这个动物爪子的痕迹，一定要慢点。哇，这里有个三姊妹儿，一定要慢啊，这样是不是要滑下去？要么就是那个巨斧白鼠，很多这个爪印呢。这个石头是光的，很滑。嚯，罗汉儿。我靠！哇，好爽！哇，这个石头跟着爽，真的爽！你看那边全是的，对。我靠，还有这个小的也很好看呢。哇，这个断掉了，看这边。对啊，边上都是这种流石。我靠！给倒回来看一下，我们给粉丝们倒回来看一下。我靠，这个爽！特别是这个立柱，哇，孙悟空的定海神针。这个哇，我直接可以缩了下去了。慢点啊，身子放低点，鞋子横着去。哦。这个里面涨水的时候，应该水是很大的。前面有水了，好像有水了，有一潭水。这如果下雨的话，一定是个水洞啊！你看这个动物的爪印，这个小小的，这痕迹，哇！这个它只要过的话，就肯定能看出它的痕迹，它的脚印。现在多了一种脚印，就是我们两个的脚印。我们两个的爪印，印合了吗？慢点，鞋子横着去，鞋子横着去，踩那种有土包的地方，别发到水里面去了啊！哇，下面是暗河，我再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深了，跟印河洞一样的。
你看那边还有深度，不干净。就是很冰的，很冰，相当的冰。再遇到暗河了，这里是个小洞腔，主要深度在那边，看看看，那个深度很深的，这个没办法进来呀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水涨水的时候，这边都是淹完了，全是这个泥土。我用刀子一敲，就掉了个石头下去了。撤吧，没办法了。你看这个洞顶上面都是这种黄土啊，粘土啊。我要修路，这个不修路的话，我上不去了。要是没有暗河的话，我们两个应该能钻到底哦。我们两个都不会水，然而会水的话，这个没有防水装备也不敢。元宝宝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好多啊。清脆的声音。哎，你在这边呢，旁边看这个，像一个老太婆。关于这个天人洞，我们和老唐一起探索到了最深的位置，里面有一潭水。本身这个地方啊，因为现在是干的，天干了20多天，这里是没有水了。如果说经常下雨的话，这个地方洞口的这个位置是有水流出来的，一直垂直下去到这个下面，一直流到这个大河里面。现在是干了太久了，没有水的，所以说我们能够探索到很远的一段距离。在这里面我们进去之后，有一个暗河，一个水塘，大家能够在视频里面看到，用灯光打了一下，是能够看到很深的，那个水也是很深的。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不会游泳的人，就说是没办法进去探索到这个水源最深的位置。关于这个天人洞，至少来说需要有潜水的装备，还要有会游泳的一种技能，才能到最深的位置去探索它的这个天人洞到底有多深。那么我们是没办法完成这一点的。关于这期天人洞探索的视频，我们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